各位法师，各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黎全念，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乃至明传，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黎全念，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乃至明传，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黎全念，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乃至明传，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睇《大经科注》第921页，从第一行睇起，心得开明，第34，念老，有一个品题的解释，我们看本品第34品，未能领旨，心得开明。弥勒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后补佛，释迦牟尼佛的法运现在是末法第二个一千年，后面还有八千年，57亿6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在我们地球上示现成佛，所以他是世尊的继承人。对世尊的开示，领旨是完全明白了。明白乜嘢？明白娑婆世界众生想喺一生中圆满成就，只有呢个法门。无量寿经所宣讲嘅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就好似宗门所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往生极乐世界那个功德，比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仲殊胜。明心见性非常殊胜，一生成佛啦。但是未必是究竟佛，往生净土成佛是成究竟佛，那就没得比了。
我哋唔知唔得噶。唔可以唔留意，呢品敬非常重要。學開係心開意解，明係明白。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的意趣，弥勒菩萨完全明白了。下面佛再跟他讲，他里面有四件事。第一件事，当断惑念佛，念佛这个要注意，叫我们要断惑。如果不断惑，未必能往生。如果断惑念佛，就绝对往生。知苦修善，苦从哪里来的？不善业所造成的。我们怎么离苦？真正修善就离苦。善摆在我们面前，不肯修啊。杀人杀生是恶，不杀生是善。我们现在只要做到不食众生肉，咁就算唔错啦。苦众生多，乐众生好少。我哋点帮助嗰啲苦难众生？咁就係修善。如诸佛菩萨，诸佛菩萨知苦修善，佢点修法？出家或者在家学佛，讲经说法，教化众生，这种是修善。这个善里面是纯善，不带丝毫恶念、恶习气，纯正的大善。到经文我们会看到，二者自利利他，转相请制，见人有危难，一定想办法救他，这就对了。我帮助他，他帮助我，或者说我帮助众生，
当然就有弟子众生来帮助我，又何况诸佛菩萨？真正发这个大心，这种是菩提心。菩提心对自己是觉而不迷，又能帮助众生觉而不迷。帮助众生最好的方法，做出来给他看。好似海贤老和尚一生20岁开始学法，就做个榜样俾人睇。佢就系信愿持名，做咗几耐？做咗92年。佢112岁往生嘅，做得好啊！自利利他，调转头嚟互相帮助，最重要帮助人开悟。三者从事乐觉圣果，前面讲过，在这里再补充。乐觉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果报，最后世尊无量的慈悲同我哋说明极乐世界嘅真相，劝我哋唔好有疑怀疑，对极乐世界唔好有怀疑，唔好后悔。如果怀疑后悔，就唔会往生。半信半疑呢？半信半疑，好可能生到边地。乜嘢叫边地？经文有详细说明。熟读经文，发慈悲到极处。我哋睇底下第一小段，蒙教心开，佢亦分成三小段。第一个蒙教脱苦，我哋睇经文，未略白言，下对上。白言呢种系恭敬，唔可以话我同你讲，咁咪上对下讲。我同你讲，我叫你，我同你讲，对上白言系恭敬之词。而家讲报告。弥勒菩萨向释迦牟尼佛报告，有咁嘅意思，白言有咁嘅意思。佛语教戒，前面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导，甚深甚善。意思好深好善，可以话深到极处，
善到极处，皆蒙慈恩解脱忧苦。呢句系讲喺释迦牟尼佛讲经嘅时候，大众有菩萨、有声闻、有缘觉、有天人、有六道凡夫，蒙佛教诲，听懂了，听明白了，真正依教奉行，放下万缘，得到解脱忧苦。忧苦放下了，我们看念老这段注解，弥勒领解佛语，领是领受，就是接受佛陀的教诲，心自兴起，非常欢喜。点知佢欢喜，底下对佛嘅赞叹、赞颂二百佛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这个佛语教戒甚深甚善，这段是经文。教戒二字见于魏译之高丽藏本，如本多作教戒，这两个戒字通用，两个字通用，允会若戒通，通常亦作为大言字边的戒，驱舍戒品众数一云，教是教授，令人修善，戒是戒欲，令人断恶，意思的差别在这里，断恶修善，故名教戒。教戒的意思很完整，教人断恶修善。恶起心动念，违背圣德，就是恶。我们现在起心动念，一般很简单地对初学的都是用十善业道做标准。起心动念，如果同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贪嗔千万相应，就叫做恶。言语造作
你的恶完全都犯了，在现前不知道厉害，我们细心观察现前这个社会上做十恶业的有多少人，一人由朝到下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做多少次，实实在在不敢想，冷静思维太可怕了。有几个善念对人对物，有几多恶念对人事物，不学佛的人不知道，学佛的人应该细心检点。要记住，善有善果，恶有恶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非常可怕。我们心有忧虑，身有疾病，从哪里来的？从不善业来的。造作的时候不小心，这个不小心是对学佛人讲的，不学佛的时候他不懂什么叫小不小心。看看这个社会，男女老少哪个不在这里做，于是习以为常，认为这种是正常的。错了，古时候社会上有好好的好榜样，伦理的榜样，道德的榜样，因果的榜样多啊，所以社会环境好。现在好榜样无了，为什么没了？不读圣贤书，圣贤的样子没了。只有读圣贤书才知道有好榜样，读佛书真正能依教奉行是好榜样。好可惜，读的人不少，行的依教奉行的人少啊，独而不能行，无济于事，烦恼习气日日增长，以后果报是三途。要记住，三途一堕，五千劫。你怎会不怕？如果怕，快点回头。弥勒菩萨在这里为我们示现，无比殊胜的法门，就是世尊为我们讲的这部经，我们现在
在无比法门里头又遇到无比殊胜法门，是什么？夏老居士的汇集本。即是说，世尊在世，在不同的地方讲无量寿经讲过很多次，不同的时节因缘，下莲居老居士将各个不同讲解里面的重点、核心节录编成一本，就是这本汇集本。我们连痕迹都看不出来，好像字字句句都是佛讲的，是佛讲的，没错，不是一时讲的，不是同一个时候，不是同一个地方，他能将它汇集在一起，我们看到了。知不知道我们有几大福报？那不是简单的事情，要珍惜这个缘分，认真努力，好好学习，这一生中真正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下面会疏云教上人陛下之言，戒戒若也，同戒律的戒意思相通，着重在行。言切实理，故云甚深。佛讲的字字句句都是从自性里头流出来的。实理，我们通常叫真理，佛的言语是真理，从自性流出来的。我们凡夫不知自性在哪里，我们从哪里流出来的？从阿赖耶，从意识。你看阿赖耶、末那、意识，从这些流出来的。阿赖耶迷了，称阿赖耶。末那执着，第六意识分别，所以听佛教戒听不懂，佛用真心，我们用妄心，听不懂的道理就在这里。怎么能听懂？我们用真心就听懂了。真心来念，真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所以古人教我们的方法教凡夫的，教我们一门深入，长时分授，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门不好，两门、两门、三门，你心乱了，心分散了，见不到性，同见性越来越远，所以教你一门，
你有冇开悟？如果真开悟啦，我一门深入就选无量寿经，从无量寿经一门深入，一生唔改变。海贤老和尚20岁出家，师父教佢一句阿弥陀佛，嘱咐佢一直念落去，佢一生唔改变，一门深入。深入之后点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真嘅唔系假嘅，一句佛号。你如果从一部无量寿经，咁就更殊胜啦。你如果能将呢部无量寿经读上10年，一日读10次，读20次，一日读10次，初学经唔熟，半年之后熟咗，几乎识背啦，一日可以读20次，一年之后一日可以读30次。你如果读上3000次，甚深嘅真理，你见到啦。见到乜嘢？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咁讲唔系假嘅。我哋点解做唔到？我哋对佢半信半疑，唔可以话唔信。日日读诵当然有信，但系信里头有疑惑，障碍住误门。虽然读咗好多年，未见性，未开悟。如果一心专念，读嘅时候冇一个杂念，咁1000次、2000次、3000次必定开悟。咁先言次真理，知道呢部经深，呢部经通咗，一经通，一切经通，世出世间一切法全通啦。点解？一切法唔离自性，只要见性就通啦。就咁嘅道理。所以古印度古时候中国人读书求学，求乜嘢？求开悟。同现代人唔同，现代人唔懂开悟，你讲开悟佢怀疑，佢唔相信。悟门永远堵塞住，下面跟住讲，转凡成圣，故云甚善。点解讲甚善？好，好到极处啦，佢帮助你转凡成圣。不觉的时候烦，
自觉的时候就开悟成圣了。小悟是阿罗汉，大悟是佛陀。发音广辟，普令闻者皆蒙慈恩，解脱忧苦。你先真的好似弥勒菩萨咁，体会到世尊讲经说法，普遍令一切众生闻法开悟。开悟他就解脱了。这个忧苦是什么？六道轮回。他能脱离六道轮回，知道轮回苦，不再留恋轮回了。轮回里面的嘢全是假的。金刚经讲得好，一切有为法，就是整个宇宙都是有为法。有什么意思？有生有灭，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而灭，矿物有成住坏空，所以整个宇宙是个生灭法。生灭法是无常的，苦啊，就好像发梦那样。我们通常发梦的时间短，几分钟。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是一场大梦，时间比较长一点，同梦没有差别。梦中境界我们知道刹那生灭，亦即是一秒钟生灭的频率，是科学家跟我们讲的2240兆，单位是秒，2240兆分之一秒，一秒钟生灭几多次？2240兆，单位是兆。我们没办法想象，我们心粗大意，这么微细的境界连概念都没有。佛讲出来了，科学家和我们证明，我们先相信它是真的。我们现前在梦境里头，一定要知道人生如梦，人生确确实实就是一场梦，一点都不假。我们要从这里解脱，怎么解脱法？凡夫有机会解脱，有能力解脱，可以保证你解脱，只有这个法门。信愿持名往生净土，除这一法没有第二个法门。
第二个法门都要断惑正真，你慢慢去断啦。任何法门都是断惑，冇大业往生嘅。大业往生只有呢一门，信愿持名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就呢三部经上讲嘅，为我哋介绍呢个法门，其他无啦。我哋而家遇到嘅系宝中之宝，无比殊胜，自己要觉得幸运。如果唔认真修行，错过咗，遇到等于遇唔到，咁系乜嘢？愚痴到极处啦！唔好以为你聪明，你将呢关错过咗，你就系大愚痴。会疏云，解脱忧苦者，得闻要尽，绝流浪忧。饱担发乐，脱生死苦也。呢几句意思，下面念老解释，意思是讲得闻法要，一切法里头最重要的，释迦牟尼佛49年讲的法，哪个法最重要？无量寿经最重要，观无量寿经最重要，阿弥陀经最重要，这三部经任何一部都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他们重要。法要里面的法要，所以可以永远摆脱流浪六道之忧。你遇不到这个法门，遇到这个法门还有怀疑，还不肯认真修，你还在这里醉生梦死，将来怎样呢？仍然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里面非常有可能你在六道只有三道轮回。三道是什么？饿鬼、地狱、畜生，次次都在三恶道轮回，非常不容易得人心。点好？你对呢种情形忧唔忧虑？害唔害怕？我知道你唔忧虑，你亦唔害怕。点解？就好似饮酒，你而家饮醉咗，你神经麻木了，你不懂选择，不怕六道，不怕三途，什么都敢做。无量甚深微妙法摆在你眼前，不认识，对他半信半疑，
我做了一身罪孽，说这一生就能解脱，那不会令人相信。所以释迦如来讲了三部经，特登为我们介绍三部经，讲了很多次，其他经佛只讲一次，没有重复再讲一次，这部经是重复讲的，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翻译版本。只有这个法能帮助我们断流浪六道之忧，饱尝法乐，往生到极乐世界，法喜充满，无生死之苦。生到极乐世界，就算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甚至这部经马上就讲到的，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落在边地而成都不怕，边地而成里头亦有苦，乜嘢苦？见唔到法，闻唔到法，有时间嘅500年，500年到咗，你业障消咗，你慢慢明白过嚟啦，唔再疑惑，你见佛闻法有期限嘅，六道轮回系冇期限。边地而成有期限，那个边地他虽然怀疑，但是他搏命做，侥幸侥幸的心往生的，有那我不是就着数咯，没有就算了，那的心态。我们看下面一段，赞超群圣，群圣是十方一切诸佛，佛跟我们讲这个法门超越一切诸佛，佛为法王，专超群圣，这个群圣里面亦包含阿罗汉、菩萨，甚至发生大事，再包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光明彻照，动弹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佛为法王者，《法华经》若王品曰：如法为诸法王，如来于法自在，故称法王。法华譬如品云，这几句是佛自己讲的，我为法王，于法自在，我释迦牟尼佛自称。群圣这里有了，指小乘初果以上，大乘初地以上，断惑正理之诸圣人。
转凡入圣。最有效的是大乘佛法。如果我们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在佛法里头一定会选择大乘。但是并不会一生成就，真正能保证你一生成就的大乘里面有一乘法，一乘法是成佛的方法，就是念佛往生。你能万缘放下，将八万四千法门亦放下了，专修净土法门，好啊，非常难得，非常稀有，我祝福你，你这一生绝对成佛。成什么法？同阿弥陀佛一模一样的法。是真的，不是假的。法为九界导师，十法界除佛下面九法界，菩萨法界、声闻法界、下面是六道，故云尊重超越群圣。这个群圣就是指九法界里面的圣人。佛的光明烦恼断尽了，障碍全无了，我们凡夫的障碍有无明烦恼，法身菩萨无，我们有尘沙烦恼，有见思烦恼，已成声闻缘觉，见思烦恼断了了，有尘沙无明，权教菩萨还有无明，没有尘沙，尘沙断了了，实教菩萨就是真实教，不是权教，一般亦叫地上菩萨，地上是真的。十住十行十回向，不是纯真，纯真是十地，十地只有无明烦恼，没有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干净，
咁先真嘅正道。所以佛无明烦恼断尽啦，连无明习气都冇埋，嗰个时候光明彻照洞达，一丝毫障碍都冇，彻系讲讲。动是讲心，无量无边的心讲，所以无有极限，其大无碍，其小无奈，故云光明彻照洞达无极，又净影素云，光明彻照自覆殊性，光明是智慧，智慧和福报是一不是二，有智慧一定有福报，有福报未必有智慧，所以佛成了佛还要修福，等个菩萨要成佛之前还要用一百劫去修上好光明，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点解啊？福报能摄受众生，众生喜欢福报，见到有福嘅人都希望同佢亲近，佛系福报最大嘅，所以要现大智大福，下面再解释无极两个字，明感十方，有缘施摄，明无穷极，无极就是无穷极，佛的名号阿弥陀佛，感应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每尊佛没有说不赞叹阿弥陀佛的，只有阿弥陀佛一个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共同赞叹，点解？是佢四十八愿里头嘅一愿，佢成咗佛，四十八愿愿愿对愿，有一愿未对愿，佢就唔会成佛。佢喺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圆满对愿。四十八愿，所以他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有缘，点解啊？每尊佛教化众生，冇话唔讲无量寿经嘅，冇话唔讲观无量寿经嘅，冇话唔讲阿弥陀经嘅，众生听到呢三部经，都知道有阿弥陀佛，都知道有极乐世界，佛无穷尽嘅。
所以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同边个最有缘？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而且缘非常深，我哋一听就欢喜，一听就接受，一听就真做，叫缘成熟。恭喜你，你呢一生绝对往生。如果听完半信半疑，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度仲有留恋，仲唔舍得放下，你缘未必成熟。唔讲得你冇缘，有缘，缘唔成熟，完全靠你自己呢一生福报。如果有大福报，临命终时有善知识助念，将你送到极乐世界，呢种叫有缘。确确实实，特别是三途死了之后，已经堕三恶道，遇到善友同你做超度佛事，在佛事之中亦有少数往生的。他没有这种助缘，他就没有办法。这种助缘亦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所以缘一定要自己掌握，自己将它做出来，同佛有缘。念念唔离开阿弥陀佛，咁缘就掌握住啦。好似海贤和尚为我哋示现，缘掌握到啦，冇流失，绝对得生，真嘅如愿。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我们要感恩。这两种解释，净影疏同前面《法华经》譬如品道讲的两解合参，则达空无极。为什么？空是讲体性，空无极就是自性无极。表自知究竟通达第一二空，切正理体是为大智。这几句话讲得好啊，殊胜到极处，故云殊胜，普度十方有缘众生，无有穷极，是为大悲。自性里头有究竟圆满的大智，有究竟圆满的大悲。边个能证得？明心见性的人正得，什么人明心见性？禅宗要大彻大悟，教下要大开缘解，念佛要你一心不乱，咁都得，参禅可以，
学教可以，念佛亦可以。中门难，难在哪里？难在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先有资格参禅。如果我仲有妄念，仲有妄想，禅就冇份啦。言教德，教能大开缘解，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有读三千次的，有读六千次的，有读九千次的，有读一万次的，还有读二万次的。读什么经？读无量寿经。我亲耳所闻，亲眼所见，那些人大彻大悟。为什么？他心是定的，烦恼习气断了，障碍没了，所以他见性了。用净土宗的话来说，他功夫不间断，一直向上提升。首先念到功夫成片。什么叫功夫成片？二六时中那句佛号不间断，不想它自然出来，这种叫成片。这种是第三等的功夫。有这种功夫就保证你往生。为什么？你临终绝对不会糊涂，你往生的那个念头非常坚固。除了往生极乐世界，你其他都不想，那些缘全断了，只同阿弥陀佛结缘。向上再提升，就是事一心不乱，功夫成片，生凡性，同居土。事一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最上等的是你一心不乱，生十部庄严土。你一心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就是教下的大开缘解。可以，这个法门你遇到了，保证你一生往生。在我们这个世间，真的就有人无量寿经读诵超过两万次的，我听到佩服到极处。极乐世界菩萨再来为我们做榜样的，我们听到了，见到了，
要认真学习，将往生极乐世界作为我们自己这一生中最大的一件大事来做，它不是小事，它超过一切，什么大事都没有比这件大事大。这件大事完成了，恭喜你，你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你再回来六道是菩萨再来，是来做众生的，是来行菩萨道的，你不是来受苦受难的，不同的。你去极乐世界成佛了，所以普度有缘众生大悲，大智大悲，他成佛了，如来从体起用，悲智并运，故妙用无尽，善乃弥勒以福智超胜，赞叹佛德。这个赞叹是真实的，弥勒知道佛智超胜，无有能比。福德佛智第一，佛有大智大德大能，神通变化，超胜无极。成佛之后同阿弥陀佛一样，我相信在极乐世界成佛，都会将极乐世界当作一个中心点，我能想到因为我有个愿望，真正是一起同参好友，好多年前，三十几年前，我就想到弥罗村这种方式，志同道合，人数不拘几多，住在一起，互相照顾，一部经，一声佛号，就是我们每日做的事情。我们生活在一起，修行在一起，往生极乐世界还在一起。当年我在美国旧金山，在那边讲演，讲经的地方是老人公寓，所以听经的都是老人公寓的老人，在他们间大厅度讲，听经的有五六十人，我就想到这种方式好，值得提倡，所以就想到弥陀村，以后在新加坡起了个弥陀村，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在这里的时候每日都有功课，我就会联想到从极乐世界出来的真正真法，去十方世界宏法利生，那是去外面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他的家乡，他一定常住在那边。咁互相喺一齐，共同得到勉励，精进成就。成就之后，仲住喺一齐，永远唔离开阿弥陀佛嘅大集团。嗰、那个集团里面，每个人都系阿弥陀佛。同一个名号，住的地方都叫极乐世界，同一个地区，每日做的工作，自己念佛不间断。为什么？那阿弥陀佛的大恩大德帮助阿弥陀佛去十方世界接引无量无边的众生，去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阿弥陀佛度化众生的集团扩大了，无边际，其大无碍，其小无碍。这些是弥勒以福智超胜赞叹佛德，又佛十号之一若天人师，佛号天人师，不单止道人，他亦度天人，天有二十八层，只有四空天里头无佛，四空天里面的人，他认为他已经到顶了，没比他更高的了，所以他不相信还有更高的，因此无缘佛不到四空天，佛只到四禅天。四禅天有十八层，六界天有六层，咁加起嚟十八层加六界六层，二十四层天。通常讲嘅呢啲系佛现身说法的地方，所以第一个叫天人师，天上天下为佛独尊，为大道师。这几句是诸佛如来的赞叹。修行有成就的初果以上，初信位以上，都知道赞叹，所以又报十方为大道师，故云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底下一段心得开明，这些是弥勒菩萨当时在无量寿那一会里头听经，
他的心得报告。今得直佛，今是现前现在遇到佛了，福运无量寿星，这种稀有难逢，又给我们听到无量寿经，未不欢喜，与会的大众没有一个不欢喜。为什么？心得开明。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今得直佛，直者遇也，遇到了。经文：人生难得，佛难直，是一大庆也。欢喜啊，庆幸你能遇到佛，遇到佛能相信，遇到佛能发愿往生，这种是天大的喜事，没有比他更殊胜，没有比他更欢喜。为什么？你永远解脱了，不单止脱离六道轮回，永远脱离十法界了。你参加无比殊胜的大会，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一会，你去那边了。复闻无量寿圣经云：信为闻法难中难，何况所闻乃六字洪明，一乘圆海，最极圆顿，不可思议之妙法。咁讲系真嘅，唔系假嘅。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它是一乘圆海，一乘圆海就是赞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开的，好像办班教学，它开这门课，一乘圆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开的，三乘圆海，声闻圆觉菩萨，不是一乘。阿弥陀佛开的是一乘，世尊在三乘之外，又将阿弥陀佛的一乘圆海展示给我们，我们是因释迦牟尼佛的介绍知道有一乘圆海，那我们学佛学大乘、学小乘，定是学一乘？小乘、大乘都不容易成就，都很难。一乘是无比无上，它反而最容易。那造成一件什么事情？造成一个难信之法。学小乘、学大乘的，没人相信。一般人怎么想法？大概这种是
释迦牟尼佛对那个下下根人不相信佛的人来个方便法门，同他种啲善根，真的是这样想法。那些人有没有种到善根？善根真种到了，不会成佛。等待机会，变一生变一世，生到人天，遇到佛，为你讲净土三经，你真搞清楚，真搞明白，发愿求生先叫成熟。我哋而家系初学嘅人，定系成熟嘅人？初学嘅人半信半疑，成熟嘅人绝对信心，深切嘅愿心，冇疑惑，冇杂念，一心只求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呢种叫愿成熟嘅众生。下面嗰句赞叹，成句我哋要记低。六字洪明，一成圆海，最极圆顿，不可思议之妙法。希望呢十九个字，我哋能记住前面嗰十二个字就得啦。六字洪明，一成圆海，最极圆顿。这个是真正弥陀弟子，真正这一生往生。年纪越大越要揸住，为什么？好快要去了。又弥陀要解约，不论自心善心，有心无心，或解不解，但弥陀名号一经于耳，假使千万劫后，毕竟恩师度脱。呢几句是牛益大师讲的，讲得好啊。我哋要好好记喺心度，点解？帮助我哋断疑生信，我哋唔再怀疑啦。自心系一心清念，善心里面夹杂住妄想，夹杂住杂念。自心好，善心亦好。有心念好，无心念亦好，能理解经义念佛好，不解经义念佛亦好，但念弥陀名号，只要你会念南无阿弥陀佛，一经于耳，你听到了，你念出念的声音听到了，自己念自己听到，
偶益大师同我哋讲，假使千万劫后毕竟因师得道，点解啊？呢一句同阿弥陀佛结咗缘，同阿弥陀佛有缘，你将来得人身闻佛法，就系呢个缘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喺极乐世界究竟成佛。因师得道，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劝人念佛，就劝呢句阿弥陀佛。劝人乜嘢话最好？南无阿弥陀佛最好。呢一生就算得唔到利益，来生后世一定得利益，绝对可靠。点解唔念？我哋想成就圆满智慧、圆满功德、圆满嘅福德，呢句南无阿弥陀佛能帮助我哋通通得到，你要唔要？我同你讲嘅话都系真话，冇假话。又何况大乘经常常讲，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人只要心好、言好、行好，有呢三种好，诸佛赞叹，人天恭敬，我哋而家明白咗呢句南无阿弥陀佛系最好嘅念头，口道嘅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系最好嘅一句话，冇比佢更好噶啦。我哋要求无比殊胜嘅智慧、功德、福德，都喺呢句阿弥陀佛名号里头，你通通都能得到。千万劫后，毕竟因师得道，呢、这个道出轮回，出十法界。毕竟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希望大家努力认真，不要将这个机会失了。上面讲的是这本经里头的精华，故令会众欢喜庆幸，开发佛智，明悟自性，故云心得开明。
心得开明是果，开是开悟，不迷惑啦，明是真的搞明白啦。你自己当然觉得非常庆幸，在这一生中我终于搞清楚搞明白啦。我要求的是什么？就是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我要求的就是这本大乘无量寿经，我想求的就是这本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真正做找个小地方能即罕至，搭个小茅棚，在这一生真做学古人，今人亦有将无量寿经读一万次，然后一句佛号老实念下去，绝对得生净土。黄念祖老居士在往生前半年慢然放下，一心念佛，每日念佛，他跟我说14万声，他计数的。真的，念了半年，自在往生，如知时至，为我们做榜样。他老人家在世学教，他舅父梅光熙老居士民国初年法相宗的大家，他跟他舅父学，我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法相为识，亦是跟梅光熙大师学的。李老师和黄念老是同学，他以后亲近密宗、禅宗，所以他密亦懂，禅亦懂，教亦懂，最后归净土，看到那些经文能不归净土吗？所以他亦不参禅，他亦不研究，他一日14万声佛号，亦是表演给我们看的。菩萨再来为我们做示现，等我们生起信心，对这个法门毫无怀疑，对极乐世界恳切求生的念头念念不忘记，
这个世间自然放下，放下大善啊！点解障碍冇啦？念佛人最后唔会往生，都系因为有障碍，障碍都系嚟自放唔下。情爱放唔下，父母兄弟妻子放唔下，财产放唔下，都系呢啲障碍，最后一着唔会往生。念佛亦唔会往生，所以必须要将佢睇清楚、睇明白。呢部经太好啦，搞清楚、搞明白，通通系假嘅，冇一样系真嘅。同发梦一样，梦醒咗乜嘢都冇。我哋呢口气唔断，就系梦醒啦。最后会所若开发佛智，断灭无明，故云开明。开明两个字是这样讲法的，自性本具的智慧现前，无明烦恼断尽了。美，美者无也，美不欢喜，即以会大众皆大欢喜，冇一个唔欢喜。我哋睇底下一段，从悔当记。佢有四段，第一段自利利他，又分六小段。第一段敬佛大善，佛告弥勒，前面是弥勒菩萨对佛的称赞，完了之后你看佛告弥勒，前面是弥勒白佛，用字就是我们要留意的。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我们搞明白了，我们想修善，什么是大善？在这个世间，什么事业是第一大善的事业？我们要修就选它，选第一大善。第一大善是敬佛，没有比他更大了。敬佛和佛结缘，这一生就算成就不到，往后还有机会。为什么？佛会照顾我们，无论我们生在哪一道，佛都会照顾。
因为你同佢有缘，呢、这个缘就系你同佢有善，称佢个名系善，恭敬心对佢系善，礼拜系善，赞叹系善。佛同弥勒菩萨讲，弥勒已经系等过菩萨啦。仲教佢敬于佛者视为大善。佛呢句话唔系对凡夫讲嘅，唔系对一般菩萨声闻缘觉讲嘅，系对弥勒菩萨讲嘅。我哋如果真听懂咗下面注解里头嗰四句，你就明白了。我们看，敬于佛者是为大善，实当念佛截断狐疑。念老这句讲得好，此四句实为一大藏教之纲中。乜嘢系佛教？一大藏教就代表释迦牟尼佛49年讲嘅一切法，一切法嘅总纲领。仲有三个意思，主要嘅、重要嘅、尊崇嘅。这两句话就是佛法的总纲领。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包括在里面，一法都不流失。要将底下那两句包括在里头，实当念佛截断狐疑。这四句你如果学到，你就学到家了，你就功德圆满。如果对这四句不知道，你白学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敬者恭敬，敬佛者静影所云，敬何佛印，名为敬佛。何是什么？承担领受之意。如来万劫分受入佛之见，乃以佛之见开示我等，普令悟入，以佛果果作我因心，不历三期顿入佛智，此正法之深印。咁就讲清楚啦。点解要
敬佛。敬佛，承担、领受佛的大恩大德，我接受过来了。这个大恩大德是什么？就是教我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我得到了，我不怀疑，我真做了。这一生中往生极乐世界，完成佛道，是我敬佛的恩。我对佛点能不恭敬？点可以轻慢？敬要发生在行为里头，这种是真恭敬。不是只是在口道形式上，每日烧香礼佛一堂课都不缺，没有真做，将往生事情忘记了，那就是大不敬。时时刻刻提醒，所以念这句佛号就是提醒我，我念念都想往生极乐世界，念念都想见阿弥陀佛，希望阿弥陀佛来接引我。真将阿弥陀佛念来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完成佛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苦口婆心宣说一切法，到极乐世界大圆满。学经教的人，我是过来人，最爱的是乜嘢？佛经入我间房度睇啊，通通系佛经。而家唔爱佛经啦，爱一句佛号。千经万论，无非系教我哋相信，相信啊就要真做，真做就求往生。这段文好长，下一堂我们还是跟着这里，因为这段文太重要了。好，现在我们就学到这里。